咱们今天做皮冻，皮冻刮刮毛啊，上面的毛刮干净。起锅烧水，下猪皮，加料酒煮15分钟。煮好的猪皮捞出洗净，用刀片出多余的油脂。这个肉皮啊，里边的油啊，一定要处理干净，老铁们啊，要不然不太好。拍每一个段子都得一个小时以上，大家如果手里有双击的，给德姐的双击，谢谢。这样就可以了。肉皮切成丝儿，切好的肉皮加盐，加点温水，搓洗干净。一斤肉皮3斤水，中小火慢慢熬，熬1个小时左右，撇去浮沫，1个小时后倒出晾凉，完成。